我妈妈有带笔，我妈妈也有带笔。哦，妈妈有带那个有带饼饼啊，小馒头。哦，那么喜欢小馒头。哦，湿湿的。啊，你有没有背心啊？你等一下会哈啾哈啾的。很不怕人哦，咱大人拢穿到安尼啊。哎、欸，你刚刚弄到，你不要摸自己的脸啊。哇，啊你今晚两家哟？两个都男生。对啊。哇，真厉害。你儿子喜欢吃那个馒头，对不对？小小的。啾！哦，妈妈。哇，哦，又溜下来了。还有一个。快点！会会抓住了，抓住了。妈咪，妈咪。好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你快点。哎，这么少，这么多种哎。开开吃200个，长高一点，哈、哦。啊，你怎么在地上？好脏，好，阿勇跟你，阿勇跟你要弄它，不用。要给你用刀的啦。那谢谢，谢谢。你用刀的，你拿一个。你用不客气，你用刀的，用到什么时候？用刀的，妈妈就手上这样子。还没跟阿姨说谢谢。不客气。哦，我偷懒，我就抓了两个。哇，你要给我吃哦。嗯。那，来，你给朋友一起吃，你也要给我吃哦，我会变大胖子哎。大胖子。啊。老爸，你右手拿吃。怎么都不给我吃啊？给你两个吃，给你啊，给你啦。好。啊！怎么卡在这里啊？